本名康靖荣，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，主打歌《或许你是对的》。该离开的人是我。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嘿嘿嘿。你的病变我好难安。今年首度以专辑《假假假假》入围金曲奖台语歌王。本周超级同学会，康康将与好友张三分享出道22年来首度入围金曲奖的心情。